是要欢迎来到林开米林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是一个这边住户才有的温泉。从这一走下去，就是。看有人走进去吗？那个就是啊，这边是有男汤跟女汤，但是有点脏。你看，男生终于走进去。这里是男汤。从东走的进去，然后下面是女汤，然后下面是瘦子酒的，特别麻烦的女汤。他们这么难看，好，就这样结束。